半自动检定百分表，打开机箱，取出箱内的附件及电源线，取出仪器，将仪器放置于工作台上，插上电源线，打开仪器的电源开关。前后转动首轮，看数码管显示数字是否随首轮的前后转动而正负变化。取出一块待检百分表，将备检表装卡在卡具上。锁紧偏心钮。调整表的视觉角度，以适合准确对线为宜，锁紧紧固钮。转动首轮，使侧头向前移动对零位。按清零键。按取消键，零到十键两次，确认键，进入检定状态。此时数码管显示闪动的 P 字，按采样键即开始正行程采样，每间隔十分度采样一次，直到正行程结束。待指针转过零位后，按确认键。回程对零后，按采样键开始回程采样，直到采样结束。这时会出现三声提示音，数码管显示出结论。按编号键，输入表号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按确认键进行保存。按向右箭头键翻看检定记录的具体数据。按结论或结束键打印简单或详细的数据。撕纸时动作稍快，不要停顿。按取消键结束本次检定，也可再按复检键重新检定，取下备检表，结束检定。半自动检定千分表，按取消键、千分表键，零到一键两次，确认键，进入检定状态。此时数码管显示闪动的 P 字，按采样键即开始正行程采样，每间隔五十分度采样一次，直到正行程结束。待指针转过零位后，按确认键，回程对零后，按采样键开始回程采样，直到采样结束。这时会出现三声提示音，数码管显示出结论。按编号键，输入表号。按确认键进行保存。可以按向右箭头键翻看检定记录的具体数据。按结论或结束键打印简单或详细的数据。按取消键结束本次检定。
半自动检定杠杆表。将杠杆表的 Φ8 加持柄安装于表的下侧滑道上固定，侧杆向下掰直约90度。将杠杆表双向附加侧头安装在仪器的侧头上，锁紧固定螺栓，注意套上侧头后，仪器本身侧杆要留出足够的测量距离。将 Φ8 加持柄装卡至杠杆表卡具上，连同备检表一起装卡在普通卡具上。移动普通卡具，使杠杆表侧头贴近杠杆表双向附加侧头的右侧面。适当调整杠杆表的高度，使侧杆上的小球居于双向附加侧头中央位置，锁紧杠杆卡具。调整表盘角度，转动手轮，将表针对零，按取消键0到 0.8 键两次，确认键进入检定状态。此时数码管显示闪动的 P 字，按采样键开始正行程采样。注意零位需采样，每间隔十分度采样一次，直到正行程结束。将指针转过零位，按确认键转动手轮对零，按采样键开始回程采样。第一面采样结束后会出现三声提示音，第一面检定完成。反向转动手轮，使仪器侧头向右移动。将指针对零。按确认键开始第二面检定，按采样键开始第二面的正行程采样，直到正行程结束。注意手轮转动方向与第一面相反。按确认键转动手轮对零，按采样键开始回程采样。采样全部结束后会出现三声提示音，此时数码管显示出结论。按编号键输入备检表编号，按确认键进行保存，按向右箭头键翻看检定记录的具体数据。按结论或结束键打印简单或详细的数据。按取消键退出检定。半自动检定大量程表，取出待检表，将备检表装卡在普通卡具上，锁紧偏心钮。调整表的视觉角度，以准确对线为宜，锁紧紧固钮。
转动手轮使仪器侧头向前移动，将表对零位后清零。依次按取消键零到三十键两次，确认键进入检定状态，按采样键即开始正行程采样，零到一毫米内每间隔二十分度采样一次。二到十毫米内每间隔五十分度采样一次。十一到二十毫米内每间隔一百分度采样一次。二十一到三十毫米内每间隔五百分度采样一次，直到正行程结束。继续压缩指针走过二十分度，按确认键开始反行程采样，采样位置与正行程一致，直到反行程结束。按编号键输入被检表编号，按确认键保存，按结论键打印该表结论，检定结束。半自动检定特殊量程表，依次按取消功能清零八键零六零零确认，设置检定长度为六毫米，按取消功能四确认，进入检定状态，间隔二十分度采样，直到正行程结束。按确认键开始反行程采样，直到反行程结束。按杠杆键翻看结论，按结论键打印检定结果，检定结束。半自动检定内径表，定位互桥式内径百分表，按取消键零到零点八键两次，确认键进入检定状态，按采样键开始正行程采样，直到正行程结束。按结束键完成采样，再按结束键两次完成检定，按结论键打印结论。定位互桥式内径千分表，按键操作及采样过程不变，完成采样后按结束千分表键完成检定，按结论键打印结论。丈黄式内径百分表，
操作同上，完成采样后按0到 0.8 键两次完成检定。按结论键打印结论。帐篷式内径千分表。操作同上，完成采样后按0到 0.8 千分表键完成检定。按结论键打印结论。钢球式内径百分表。操作同上，完成采样后按0到1键两次完成检定。按结论键打印结论。钢球式内径千分表。操作同上，完成采样后按0到1千分表键完成检定。按结论键打印结论。打印结果如图。内径表装卡定位护桥时，取出内径表卡具装在仪器上，将内径滑块安在内径卡具上，松开螺钉取下内径压板，将备检表装卡好，锁好螺钉，调整内径滑块，使备检表侧头与仪器侧头高度一致，移动内径表卡具，使内径表侧头与仪器侧头相接触，转动首轮对零位。内径表装卡帐篷式，取出内径表卡具装在仪器上，将普通卡具装卡在内径卡具后，取出杠杆表长卡具，将其大头朝右穿过内径表卡具下的圆孔装卡在普通卡具上，装上浮动工作台，松开螺钉取下压板，将帐篷式内径表装卡好锁紧。松开浮动台螺钉，使备检表侧头与仪器侧头高度一致。将杠杆表长卡具顶住备检帐篷的一侧锁紧。转动仪器首轮，使侧头压住帐篷另一侧，将表对准零位。